大家好，今天主要来聊聊装备的制作跟未来一周的规划。因为昨天祝福魔法武器卷轴的发放，并且上面有注日期的限制，完全的点醒了大家，签到第14天的稀有武器制作秘籍的发放。因此未来这周的重点大概就是武器材料收集与武器材料收集制作完成后需要注意的细节。我们一开始可以先从装备制作的选项来看看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武器或是适合卖给大家的材料。在这些装备的制作选单中，可以发现蓝色等级的装备最重要的就是米索利与精灵系列的材料。精灵系列的材料又如何取得呢？天堂的老玩家大概都经历过那段一起空手攻击安特的回忆吧。这个版本也是一样，将武器脱下攻击即可获得需要的材料，这整个过程就是将练功的时间拿去换取材料。题外话，变身卡片上也会有提示，说明这个变身能做到那些装备的攻击，所以不用解除变身，只要将武器脱下就可以达到有效的攻击，没脱武器是打不到材料的哦。而米索利的取得方式就是目前这集影片的重点，可以在掉落查询看到。目前米索利掉落位置是在妖精森林地间，而且米索利掉落率偏低，真正要在短短的20天内凑齐也需要花上蛮大的功夫。我推测最后完成收集并且有效利用上祝福魔法武器卷轴的会是那金字塔顶端的客长们，毕竟交易平台可以快速买到蓝武，也能拉取到足额的米索利，未来一两周米索利也许是无客们的致富之道。本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喜欢以上的影片内容再帮我订阅起来。